周冬雨小五岁的刘昊然近年来频传绯闻，但双方都未做出回应。而近日两人主演电影《燃冬》，举行首映会，两人也出席为电影宣传。但在首映会上，两人在台上间隔有一段距离，甚至还没有任何互动。就网友表示，两人作为主演在宣传现场却零互动，似乎有点不敬业，纷纷批评说道：“感觉好冷漠，和剧情有关的梗都不配合，真的很没意思。明明是主角，看起来却很不熟。”另外部分网友还调侃：“是分手了吗？还是在避嫌？”不过也有人认为，还是不要乱瞎猜吧，在网上掀起热议。Bye.